Jay。嗨，我是 Jess。经过重重的安检呢，加上几个小时的拉车，早上如果说从早上九点开始的话，中间包括一些办证件，现在已经是6:16了，所以已经经过了九个小时的拉车，终于，然后就层层安检，对，终于到了珠峰的路口啦。然后刚刚就是又下雨的，然后又出太阳，然后下雨又出太阳，所以看不出来到底天气是怎么样。看起来应该不错吧？觉得。对。然后这里就是珠穆朗玛峰国家公园的入口，那现在旁边售票处，前面这边就是售票处，然后这里就是珠峰的入口。那我们现在呢？下来休息一下，下来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就会上去了。然后这里是珠峰的北大门，北大门这里，带各位看看一下这边刚一路来的景色大概是怎么样子。真的，这是所谓大山大水，是，不过这还蛮冷的这里，大山大水。这边这一条就是西藏公路，从那边一路，我们从那边上来的吧，对不对？从那边上来，翻过好几座山，这样子一座一座一座翻过来，然后到这，然后开上来，然后到这里，这里有蛮多车子的。这里海拔好像不高。吃的。我不敢吃啊，这里海拔好像没有很高啦。感觉这里还蛮舒服的，没有什么高山反应的感觉。是世界级的吗？是可以帮我解决的。刚刚那个上面超多的。来访问一下，请问这位小姐，世界级的厕所有什么感想？主要就是解决善结，对吧？解决了就没事，啊、那其余的就不重要了。那你有憋气吗？那味道啊，形式啊，很重要。那你在当下有没有感到那种世界级的那种熏陶？高度有。我最近快高反。为什么呢？头疼，对不对？就是憋气会头疼。不要憋。为了一个厕所就高反，太不值得了。不是因为高度，里面就是一个洞，然后很深，然后就下面是黑色一片，我都不敢看，因为好像有东西在爬，对不对？我刚刚就看到，你知道刚刚看刚刚的厕所超可怕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是真的堆起来，黑黑的，然后还有东西在那边爬，那个小动物不知道什么动物在那边爬去。蛆吧？不是蛆，超恶的。哦，超恶。有恶。看一下，请问一下，那个对于世界级的厕所有什么感想？超赞，超臭，一定要来吗？一辈子一定要体验一次。我后悔了。这才4A 哦，不是5A 哦。奇怪，怎么才4A？ 我也不太懂为什么是4A 级。照说应该是，照说是5A 啊，像那个布拉宫就是5A 的啊。大概是会不会是有可能是因为一半是尼泊尔的，一半是大陆？是这样吗？对，我猜的啦。我知道，跑快跑快！